那个我本来今天想要在那个 BB 蛋的粉丝页写一下今年的回顾了，可是我完全想不起来今年到底做了什么事。因为我本来想写说，今年去日本表演还不错，结果好像是去年的事。我那个年份的记忆有点错误，但是我现在就派出我们团的那个张佩豪，他今年蛮精彩的。你告诉大家，你今年做了哪一些事？好干你俩了！讲话要克制一点哦。我他妈酒驾了。我从 Revolver 喝一大堆之后，然后我就酒驾，然后骑车载着不是女朋友的女生，然后被警察抓啊！啊？他不在现场啊！干他在现场，我也敢讲啊！好，继续讲下一个。然后女朋友现在就是，不敢讲，哦，前女友啦，对啊。重点是你现在单身，然后下一个事情是要搬家，哦，什么？下一个事情什么？是你偷玩。对，然后因为我就受不了那种就是精神压力，然后我在网络上说，干他妈我要杀光路上的所有的人，然后我就又被带到警察局了。我就是他妈，就是一年进三次警察局的人了。我干你娘，会讲人不会做啦。这个不错哎。就是他那时候跟我说他在警察局，然后我想说他是不是在整我，然后他就传了这一张，我想说蛮嘻哈的。警察去抽烟，然后警察还说：“不要在这边抽，走啦，我带你去厕所啊。”小三拍的啦，干。好，接下来要带给大家下一首歌，就是下一首歌关于在讲说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讲的这些事情，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好笑，但是当你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，干，我当初真的是做错事了。所以下一首歌献给今年大家，是我在拼吗？希望大家可以反省一下自己今年到底做了什么事情。如果你，如果靠北啊，到底是谁啦？更强一点就来了。干张佩啊！一堆人我爱你，爱到你会走。
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许配。啊？往后丢啊！有一年跨年玩这里，然后大家就是说这是谁的钥匙，然后我就把它往远方丢，我觉得很抱歉，这是谁的钥匙啊？这个人感觉没什么生活趣味，然后他有一个信箱的钥匙，跟两个家门钥匙，跟一个大门钥匙。有钱人，他没有摩托车的钥匙，他好可怜哦。他太差，这个人感觉应该没有女朋友。他还有钱，谁还敢来拿谁的钥匙啊？这蛮像薛德豪的钥匙。好，门放在那个票口那边，放到票口那边，大家请把它传到票口那边。哎，许飞今天好乖哦。对，我今天很乖。好，然后我们今天好像讲一点励志的事情，就是今年2019年，我虽然不记得我做了什么事情，靠北啊。就是2019年，我不记得我做了什么事情，但是我今年参加了两次朋友的告别式，然后我上礼拜去参加的时候，我就跟另外一个朋友说，我今年参加两个，然后他就说我今年参加五个，我怎么是骗你的啦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好好活着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死的话。就找我们的张佩豪。我不会死啊，我一定会活得比你们久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量子纠缠。现在首歌献给大家有一个新的2020年，然后我记得阿翔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你觉得你今年很衰，那就是你这个人有问题，你明年也不会过得多好。
谢谢大家，就是愿意在我今天月经来的第一天还把我抬起来。血量比较少啊。比较多啦，你们第二天最多啦。经验谈。